吕大人，吕大人，你们干什么？宫里传来消息，华阳夫人召见。华阳夫人，不见。快把他叫起来。诺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吕大人，华阳夫人的命令从来没有人敢违背，您快去吧。 就这模样，快伺候吕大人沐浴更衣，入宫觐见。诺。吕不韦拜见夫人。吕大人免礼。这么多年，不知有多少人想走姐姐这条门路，而能得他亲自引荐的，你是第一人。说吧，为何要见我？我是王孙一人的好友，受他之托，特来拜见。 一人，对，就是在赵国为质子的王孙一人，特意让我带来礼物献给夫人。他远在异乡，真是有心了。是啊，王孙虽然远在异乡，却把夫人当作天一般，日夜思念哭泣太子和夫人。<笑>吕不韦，这一人并非夫人所生。 又无养育之恩，日夜思亲，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？王孙日夜思念故国，但为治多年，无法孝亲父亲，全赖夫人照料，怎能不心怀感激呢？倒是很巧言善辩。好吧，算你说的有理。他的慰问我收下了，你去吧。 妹妹，还不走？站住！你笑什么？夫人想知道。说。还是不说了。 你说什么？今天一早，赵国使臣受到华阳夫人接见，现在还在宫中。好个吕不韦！昨天还在女驴喝花酒，今天就进了华阳宫了。探子曾有密报，吕不韦与那质子过从甚密，他这一去，怕另有所图啊。他这是要说动华阳，帮助一人呢。那该怎么办？那华阳素来与我不睦。 若非他从中作梗，我早已成为。不过那杨泉君倒是个草包，可堪利用。你替我传个消息给杨泉君。你若不说个清楚，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这里。我曾经听闻，以色侍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 如今夫人是太子，得宠而无子，敢问一句：太子百年之后，夫人如何自处？吕不韦，你大胆！如果我是夫人，不如在太子的儿子当中挑选一位德才兼备的人，成为自己的儿子，将来继位为王，夫人永享荣华。此所谓一言而万事之利也。还不住口！在容颜美貌之时不树立根本。 待年华老去，就算夫人跪着求太子多瞧一眼，太子还会一顾吗？住口！吕不韦，你竟然口出狂言，还不快走！夫人，美貌无匹，却没有与之相配的头脑，可叹，可惜，可悲。告辞。吕不韦。 你口中所说的孝顺儿子，可是指王孙一人吗？没错，虽然太子有二十余子，却都愚钝不堪。除了一人，还有谁能担当大任呢？你可别忘了，还有王孙子熙呢。夫人，子熙得到丞相拥戴，你就算拥立，已经太晚了。
一人排行居中，生母无宠，自然全心全意仰仗夫人。若是夫人能助其一臂之力，还怕将来没有报酬吗？是啊，妹妹，我倒是觉得吕不韦的话颇有几分道理。有甚道理？我看是生得俊俏三分，才能哄得姐姐为他开口吧。吕不韦，即便没有子熙，我也还可以选其他人呢。扶持之恩固然可贵，但要别人对你感恩戴德也绝非易事。如今一人身陷赵国，若是夫人能助其脱困，扶他登位，这才是恩同再造。是啊，妹妹，如果对一人恩情似海，你还愁他以后不孝敬你吗？姐姐千万别听他蛊惑，我可什么都听说了。长姐是因为收了厚礼，才为吕不韦说相，说不定看着小白脸生得俊俏，还动了春心。放肆！竟敢在此口出狂言！阿臣不得无礼。姐姐，那王孙一人就是个质子，居然还妄想姐姐为他奔走，凭什么？照我看，这赵国的使臣分明是个巧言令色之徒，不如我替二位姐姐杀了他，一了百了。住手！居然还笑得出来！您将有杀身之祸，还浑然不知我为何不笑？什么？如今您的门下无不身居高位，府藏珍珠宝玉不计其数，骏马美人更是充塞门庭，但这只是一时盛景，待太子百年之后，子熙得势，范雎当权，官爵、宝玉、美人都将被夺走，就连你自己也是危如累卵，命在旦夕。夫人不肯支持子熙，不正是因为知道他跟范雎早对你们占有一切身怀不满吗？你，吕不韦句句发自肺腑，杨泉君若是不信，大可一剑杀了。阿臣起见。吕不韦，你说得很对，我现在的处境的确不妙，但是若没有我的帮助，一人绝对不可能登上秦王之位。这就是吕不韦出使秦国的真正目的。你回去告诉一人，我可以收他为嗣子，但当他心愿达成之际，定与夫人共享天下。吕不韦，你可知道，你刚才是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呢？哦。我那个妹妹，看起来温柔似水，杀起人来可不眨眼睛的。刚才要不是我拦着，你的小命就没了。您对吕不韦的帮助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你答应我的生意，别忘了就行。明天的约定，你可别忘了。主人，瞧宣侯父的样子，分明是对您动了心呐。此次邀约，他还不得嗷一口啊！